啊，好了，开始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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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速开台，秒速开台，又要、今天又要来打玩这个恶灵古堡了。恶灵古堡，本来有想说要不要试试手把，可是感觉用手把可能会更糟啊。这种需要瞄准射击的游戏，基本上用手把应该会很惨。手把，只是它这个游戏的设计已经让你键盘滑鼠也很难瞄准啊。不好，手把会不会比较优化？没有呢，没有这回事哦。好，没有开自动，开这个自动瞄准。有这种选项吗？啊，太 OP 了。开始游戏战役额外内容，不是这个战役技能设定。安安啊，五万点还差两万多点才可以解锁枪械三。噔噔噔！我最近怎么？我这滑鼠好像有点快坏掉了，感觉。什么？这个按键疲乏了。要换微动了，也不是按键疲乏，它主要是滑鼠在滑动的时候会有点不太灵光，还是说要换滑鼠垫？没有，滑鼠垫是新的。太新了吗？真的，这颗滑鼠表示我要旧的滑鼠垫，还是说你滑鼠有什么优化功能吗？上一次两个人被抓嘛，对不对？对，那个西蒙是说这两个人还有点用处，所以把他们囚禁起来吧。两个就被抓走了。明天会考，哎呦，明天是国中会考啊！大家加油了！居然在五月二十号的时候会考，这个明天是好日子。你只是服从命令。雪莉表示：“没想到我的上司要再利用我们。”还是被利用了。B B B B， 怎么样？我们要被解锁了吗？我们要 unboxing。哎，这里是里昂他们的关系吗？你说里昂他们好像不是吧？不太一样哎，感觉不太一样，而且我们身上武器又不见了。How do we get in there？ 哦，都在那边， 还有两只小老鼠。啊，这又是双人剧情，要把我撑上去，对不对？我猜，应该是。因为我在想，我们为什么保全系统会突然被解锁？被入侵吗？还是怎样？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Good luck。或许是克里斯吧。上一次玩克里斯路线的时候 ，Chris。上次玩克里斯路线的时候，好像他们是在同一个地方。啊，偷偷打保全。哦。玩女角就是有这个福利。有看到雪莉的。屁股，又圆又大的屁股。有人说今天的 Legion 马上去做不会坏的稿子。What the？ 有人呐、快吓死我了！我看到掉下来一只。哦、right. oh, ，我等下，好像扭曲怪。先拿枪。等一下。你也可以开门，然后我就可以出去打了。有，我把锁破坏掉了。Yeah， 再讲一次。My pleasure。先送一枪，哎呦，没打到，送一枪啊！第一，通关了。小心哦，他还没死透哦。那就打他。这只比较不容易死啊，这只。哇，子弹拿不起来，身上东西太多了。我看一下，什么东西可以丢的吗？
好像都没有哎、欸，都是子弹。子弹？哎、欸，有有有，算了算了，散弹枪、子弹对我来讲还好了，没有说非常需要。蓝爆？哦，哎、我怎么切换模式？突然忘记了。Tab 吧。啊、有有有，按右键。拿手枪再说。好啦，我们来开这个门吧。这个门吗？哇，这是子弹。另外一个门，另外一个门，刚刚开的那个门。刚刚我在通风管上面，就是爬到一半，他突然出现，那吓死我了。啊，没有错啦，这里是跟克里斯一样啊，同一个实验基地啊。要遇到克里斯小队吗？嗯，克里斯好像就是有接到里昂的请求吧，来救这个雪莉这边。孵化要孵化僵尸了。备用电池，后备电池。Where the hell is it? 备用电池。Won't know till we find it. 这有个拉杆哎，只是目前还不能拉。这有箱子可以贴，好的、啊。点数，这能开吗？欸、不能。按 Z。哦，我来了，我来了。哦、然后一打开会出现僵尸吗？出现了，有声音了。在你后面。我现在在动画中没办法。哇！掉的全部都是散弹枪子弹，然后都没办法拿。这边又要开门，一直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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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室是女生。还雪莉啊。反应如何心？我要跳过去的意思吗？跳、啊、跳不过去，再等一下，等他下来再跳。刚刚有个选项可以跳了，有有有，只是我怕我会因为网络延迟来不及跳。没了，我跳。等一下哦，旁边有什么路吗？他怎么转向？啊，这边有路，哦，原路回去了。先等一下啊，过不去了。哎、欸，我又听到声音了呢。有有有，可能在走道里面。有够麻烦呢，这是。我去啊！哪里啊？这边又可以有拉杆呢，对啊。要干嘛？管他，拉了再说。先拉再说。哎、欸，我好像奇怪，他们两个人定在那边干嘛？嗯，转向了。嗯，转向哦，可以到 C 区。感觉上下是一致的啦，只是方向不太一样。50%charged，充了50%。我们现在去哪里啊？有目标。旁边有一些路可以绕的样子。有路就走。海底层那边，对啊，海底层那边。散弹，他那个了，那个死亡，下架，哎、欸，还没死吗？没有，先耗一点子弹。哎、欸，我还差几个可以捡这个子弹？哎、欸，有了，又来一只，12发，一二三四。我真心觉得雪莉他们的这个叫什么步枪威力比较强哎、欸，只有手枪哦，步枪，就是可以发榴弹发射器那个哦。我是想，因为他那个是成就解锁的东西，所以会比较特别吧。嗯，有可能，因为克里斯那是他标准步枪，克里斯是标准步枪，但很烂的、啊，稳定度不高，威力又很弱。等我一下，感觉怪怪的。哎、欸，有一个
那个叫什么？培养皿。蛇纹。好，蛇纹。这蛇纹到底有什么用？你看不太出来。解锁人物档案。这是 skin 吗？这里有绿药，绿色药草哎、欸。在哪里？在哪里？这边。只是我好像捡不起来了。哎、啊，我捡到了。你背包满了。我背包满了，对啊。填一点子弹了。等我一下，开个两发，然后再把绿色药草捡起来，再合成。我觉得你可能是步枪的那个突击步枪子弹太多了。对啊，突击步枪子弹超级多，所以我说刚才一直在开枪啊。有个120发，这边有一条路可以跳过去，但是哦，他要转过来就对了，可以跳。他会转到哪里去？好像要到哪裡？这边 ？C 吗 ？C。你转。这还有另外一个入口 A。可以转好多地方。对啊，我跑到 D 嘞。我先不要跳了。我听到不祥的声音。F。所以他可以到 C、D、F。怎么这么硬啊？很硬啊！这种怪要拿散弹枪对付会比较好一点，比较快。还有一只，我把他手拿起来干嘛？可以拿去丢啊！你还记得我们玩里昂路线的时候，你把他丢到微波炉里面去吗？哦，好吧，今天的网络状况好像不太好，一直在延迟。这种怪好像蛮麻烦的。是哪一个子弹满啊？我把闪光弹都掉好了。你看，这有两边不同边的，那你拉另外一边的。你在丢子弹吗？呀，我丢了闪光弹。没有，另外一边。在是这里。对啊。这个你的要拉的拉杆还蛮多的，这应该是充电吧？他们拉这个拉杆应该是充电还是怎样？哦，第二平台，可以到 G 区、哦啊。那里有根棍子，是给你。Charge，还剩一个哦，所以我们要想办法上去呢。好像有怪了，这应该这边进不去，有一只怪，有一只怪要小心的。在哪里啊？这边，我怎么都没看到他、啊。你真的在那个我都没有看到他打到我，然后我就躺地板了。是哦，我只听到你的人物有惨叫声，但是没有看到你人物，因为我完全没看到他打我，然后我就躺地板了。还喷一堆恶心的汁液出来。麦格农打要打这么多发吗？对啊，麦格农。哦，又有一只，又有一只。大概会延迟个一秒钟。这么严重啊？这里都没办法开耶，应该是要跳回去吧？我刚刚那个平台，它可以到 F 跟 G 还有 D， 就是一大堆都可以走。哇，跳不过去。它好像还蛮时间蛮短的，要马上跳。只要延迟一点，他就跳不上去了。对啊，我看一下到哪一区啊？到 F 好了。好好好。F， wait for me。
我第一这边我过不去呢，应该第一这边是只有你能过去。看一下啊、哦，你在 F 这边呢？这里啊，这个地方好像来过。哦，对啊，这一开始来的地方嘛。哎，所以应该要上 D 吧？哎、欸，有两台哎、欸，现在才发现。我们是要跳另外一台吧？上面那台才有办法到 F 啊，才有办法到 G 啊，还是 D 啊？这边是 C。我说我们要一直往上走 ，A、D， 我到 D 看看。这恶心的家伙 ！D 有一个办公室箱子，打开看看。哦，大点数，是你没办法过来啊？可能之后可以开门吧。我在想。我可以到一啦，但是没办法到二。等我一下，这要等啊，好麻烦这个关卡。而且我旁边有一直有感觉有怪物的声音，不知道什么时候會跑过来，要随时注意。又来了又来了！我靠，这家伙好恶心啊！啊，嗯，我上不去吗？咦，你现在在哪一区？暴力穴。哎，你怎么 I？ 没有，在原本那个区。我跑到 I 了。啊！为了打这只怪，又浪费一次机会。好烦哦。这个关卡一定要设计的，靠，又来了，去死啊你！啊，我不要管他，我要跳过去。等一下哦，是要到 H 的样子，那个任务提示要到 H。嗯，我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到上面去。只是 H 的门还没有开，一我过不去啊。F 是刚刚的地方啊，欸，哇，那搭这台电梯不对，先到 G 吗？有点不太懂，呵呵，这个 D 我过不去嘛。好啦，跳过去了，还是得回来啊。果然是只能上另外一台电梯的样子，不然就是我这边可能有某一个门需要你开吧。我一想到就这样，我等一下想办法到 G。这个电梯没办法坐。嗯？目标提示是 H。对，可是 H 那个门还没有开，所以可能要先到其他地方开呢。哇靠，这个胶怎么打不死，又活起来了。I'm alive。好，我到 G 了。G 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哦，所以这边雪地都没有需要动作之类的。这边可能是我要做事情。我这边怎么样都过不去啊。GPS 哦，雷射！我这边可能要开锁一个东西，没有显示。对对对，右边没有办法过来。我看一下哦，你要走到 I， 你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到 I。等一下哦，好像有路的，好像有路。对你到 I 的话，绕个半圈到 H。那我现在对你可以。可以合作开，好好好，等我一下，有了有了，只能用 GPS， 哎、欸，这个游戏没有 GPS 真的没办法玩。我要到 F，
所以我现在到 F 了、啊。好像有，等我一下，有路有路。走个半圈应该会看到一个，看到我了。哦，我看到，我看到了。来搞鬼！开门。好，来开，来开。我们开门的动画是无敌的吧？应该。哦，终于充完电了。然后我们要回到 B 吗？还是？哎 ，H， 是说这个地下室的员工外生化武器，雷射还没开啊？哎，我不能动了，为什么、啊？没有。进入动画，消耗能量。能量够，真的。哇，那我们要怎么样？跳过去哦，跳电梯吗？不可能吧，电梯不能用啊。我们要再回去啊？我完全不知道。有夹子。哦，在那个扳手，在哪里？问题问的真好。而且我这边有一只僵尸是定住的。我都不太想管他们了，好烦哦、喔！这些黏液怪真的是打都打不死。能量过度啦！他应该没限时间吧？应该不会爆炸之类的。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冲啊！今天网络真的不太顺哦、喔。对啊，我看你人物在那边飞来飞去的。跳电梯啊！啦啦啦啦啦啦！如果这些工作人员啊，在这个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都是这样子，都是搭这种很难搭的电梯吗？什么烂电梯？What the hell？ 靠，那个怪是飞来飞去的啊！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啊，这个是有限时间吗？我们会不会等一下就掉下去挂掉？我们可能 FF 这边跳过去要跳过去，哎还是 B 最下面那里，要到 B， 所以我们要等检查点。哦，电梯停下来了。奇怪，这里不会超载啊？超载导致说被电死之类的？什么？我吓到，我想说我已经按着完了，为什么？哇，东西掉下去了，这里要爬了。快爬，快爬，快爬！啊！快点，快点，快点！我听到你，我听到你的键盘声音了。快点，快点！这个人物可以不爬那么慢吗？你应该爬快一点吗？快点，你是佣兵啊！而且后面那只为什么爬得比我们还快、啊？哇！冲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我定住了。Jump！ Jump！ 啊！下去吧。哦，回来了！可以不要这么烦吗？那只怪啊！我说这那只怪真心烦啊！说实在的，药都快吃光了。没有，我这边还有17锭 ，OK 的。啊，为什么我的药都不够吃啊？没关系啊，在我们拉近距离吃药的话，我吃药你可以补半格血。怎么只剩下一个药而已啦？我还有17个哎 ，nice， 剩最后一个药。Oh my god， 药不够。沿路上子弹好像比药草还要多。
再生怪。哦，路上的药草，会吗？我严格讲起来，我已经不缺弹药了。我觉得雪莉线这个弹药算很多哎、欸。啊、完全不用喂弹药，比药草还要多，药草超难找啊！玩这条路线完全不用喂弹药而去苦恼，你知道吗？玩克里斯的时候，我们每一次都是弹尽粮绝的状态，没有药草，没有弹药，那什么都没有。剩下多一颗、啊，不错不错。哎，如果你用尽了治疗片，按 H 重新填充，可以啦，可以啦。我可以帮你补血，补半格，然后你可以另外一半的血就可以自己回复。啊，对嘛，就是克里斯这边啊。Glad to see you're okay. Wait, was that you who just freed us? Looks like you guys saved the day again, huh? Maybe. I can see your father in you. Oh, 你果然认识我爸。克里斯知道他爸爸。How did you know? Wait, hold on a second.So you know him? Yeah. I did. But I'm the one that killed him. Oh. Is you shot my dad? Is you? Is it what? That's right. Chris, you better put a leash on that puppy.This is between me and him. Ah, 家族怨恨，真的，真难等克里斯。You have every right to. Just promise me you'll survive. The world depends on it. Who the hell are you to tell me what to do? Stop it! Put your gun down now. Tell me, we just following orders?Was it personal? Both. Jake, please stop. Put a bullet in your head. Put your gun down. Drop your weapon. Do this. Boom, boom. 真男人不为所动，枪都在头前面了，有没有？脸上还有烟硝。There are more important things at stake.Than you and me. 我就说啦，杰克其实他看起来像坏人啊，其实心底子是好的啦。We gotta go. 欸，他现在有雪莉啦，对不对？管他老爸干嘛，都已经死了。巨型僵尸，哦，这是软，对，要孵化了吗？这就是。克里斯要打的那个恶魔之卵，我们等一下打的应该不是这只，因为那是克里斯，那是克里斯路线的怪物。我们的最终大 boss 不知道是谁，该不会又是那个吧？该不会是那个爪子男吧？追杀我们好多次那个。世界末日要来了。So, if that giant cocoon hatches... We're in trouble. We are trouble. Yeah, just a bit. We gotta get out of here and warn HQ. 他们难道没有通讯软体吗？一定要离开这边才能警告 HQ 吗？这有阴德。You did what was right. You kept this world safe. It was still his father.小心哦，这边会有僵尸掉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了。不用管他们，不用管他们，他们不会死的。管我们好，我们的平台保护好就好了。哦，打你头 ！NPC 不会死啊 ，NPC 不会死。顾好我们自己的平台，基本上就完美。What the hell? It's my problem, not yours. Besides, I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that. It's just like my father right now. I'm gonna worry about them if and when we get out of here. 火箭炮，小心。
都不知道打到他了没。换你狙击枪好了。小心火箭筒哦。欣赏风景获得成就。这电梯在那边晃来晃去，我哪有办法打的。狙击枪。哪有办法打得到啊。小心哦，上面有机关枪。你顾外面，我顾上面好了。我顾这个平台的，你打其他地方。好，我不举枪。我们分工分工。啊！哎，他怎么下来了？你来啊！靠！看，果然又有。而且为什么他对着我轰啊？他不是没有打你耶。又来了，哪里打来的火箭筒啊？哦，好难瞄，这很难瞄啊！你看看这个，这关卡真的很搞人。啊，不是啊，哪里打来火箭筒？我真的不知道啊，没有看到敌人啊，没有看到敌人，没有看到瞄线，他就在原地空无一物的地方爆炸了。看，哦，无话而无，挂了。海怪，章鱼哥，章鱼哥，Chris， get moving， we got it from here， let's go， wait， hey， 怎么了？ got a job to finish。快点走吧，英雄惜英雄。There is no way they can take that thing. We are not going back. But they're gonna get killed. Then that's their choice. 拿什么东西啊 ？First they're willing to make, and we can't stop them. Jake. 我觉得杰克讲是对的。I'm not my father. I'm gonna make damn sure he stays that way. We're getting out of here.We're gonna save the world. You're right. Let's go. 这两只哦，嗯，在游戏里面放闪也放够了吧？你是对的。Where's the exit? 你不觉得这个游戏啊，他们只要进入动画之后，这两只真的是闪光不停放哎、欸。今天天气不错啊，要戴太阳眼镜哦。啊，捡子弹，子弹刚刚打了不少。我的子弹又爆了。怎么了？多一点子弹总比没有子弹好。哦，跑酷游戏。哦，往右边走。嗯，马上就有僵尸降临，真的，哇，熔岩地狱，哎、欸，这个岩浆到底从哪来的？主岩浆，搞不好这个地方是建在火山口上啊，海底火山吗？安安，我觉得这里的。路线设计，然后我就知道，你看，就又是这个家伙，换武器了，流星锤，这个家伙打不死啊！哎、欸，他为什么这么执着啊？哇，岩浆掉下来啦！嘿嘿，也许他只是来炫耀他的心情。是吗？你确定吗？
他就是一个小小屁孩，然后说：“你看，我拿到新武器嘞，羡慕吧？”哎呀，你怎么倒了？先退吧，这边只有一条路而已。先往前走到那个，哦，这个地方会适时的封路。先绕跑啊 ！Yes， 退。推掉，这好像要两个人推才能推掉，要等你过来。现在应该是要一直推，一直跑吧，这边应该打不死他。就是这里。好，后面后面。Fuck他。躲开他攻击就行了。所以我们只要绕跑到那个地点就能成功吗？还是怎样？就好像只能在这边打倒他。这个家伙工具也太长了吧，那流星锤。哦，哎，没打到。没关系，躺下来工具好了。躺下来工具就打不到了吧？拿过来啦。哎，没中。哦，有，我打到他头了，切换目标，可是箱子还没开完。Oh my god！ 快跑！哎，这不是要走？哦，这里应该要打他，我在想。没打到。我靠，好痛！他一点也不在乎。这家伙也太痛了吧！而且他的对象到底吃药吃药吃药，哎呦！看我被打到，没关系，我就躺在地上，我看你要怎么样。哦吼！啊！冲过去了！哎呀，没有闪到！哦，中了！哎，我可以！哎呦！他会抽岩浆起来炸人呢、欸！站在岩浆上会受伤，这家伙怎么打不死啊？再来！哇，没打到！哎呦，六发！哦，中了！有效果了吗 ？QTE 什么？电他！我拿电击棒电他，但我自己不会被电到吗？有这种事情？哇，发现来了！太扯了！我这次哈，这两个一个是超人，一个是神秘女超人的哦，真的是。啊！你的枪枪在我这，可是我不用枪。哇！肉搏战。我就知道。屁啦！太扯了。全击连发，消灭捕获者。我现在只有电击棒，我刚才掉下去只有手枪而已吧？为什么？我现在只有电击棒呢？所以我要干嘛？发射牢笼，选择路线。这是哦。你可以把那个什么，把它推过去吗？推到牢笼那边去，还是怎样？你、欸、靠，我看不懂，真的。这也是门呐、啊，应该不太可能。你靠肉搏打赢他吧？我可以，又可以再按了。你要把它往后推，还是怎样？选择路线哦。
最好是啦、欸、那个牢笼好像只会撞到他，不会撞到你的样子。哎、欸，被抓到！哇哇哇！我没有按呢、欸，换方向了。哇，没有撞到。哎、欸，我撞到你了吗？不知道，现在还蛮复杂的情况。你仔细看一下，头上有轨道，对不对？你要把它引过去。那、哦、我现在过不去，我要打他。哎、欸，没有，他定住了。你把他拉到最尾边啊，最就是最后的那个部位，最后的部分，这样比较瞄准。摇过去了，打他打他，管他，要换方向了呀，你拉另外一边，另外一边的最最最尾边，我又换方向真的这很麻烦呢、欸他在那边抽筋，抽什么东西啊？我真的又换方向了，按一下，哎、欸，没撞到啊！我、哦、撞到了，我、哦、真的不知道现在我现在在干嘛哎、欸！这是哪一个动作在重复播放吧？我屁啦！输了。奇怪，你看不是打他好几下了吗？为什么最后是你被丢下去？评价失败。嗯，一样，刚才的策略啊，就是拉到两边的最最边边的部分，因为这样比较好瞄准。我要开推车去撞他、啊。怎么都还没有做到就 thanks。哦，我能反应的时间很短，撞不到。天哪，这是年度最佳拉拉队！你看，我又没撞到他。哦，血。超级不好瞄的，我在这边能做的事情除了打酱油以外，实在是没有其他事情能做。撞他，哦哟，有撞到，有撞到。我撞到他的时候，你会有什么 QT 可以按之类的吗？我只能打他跟闪，我现在就是打跟闪。哦，是哦，哎，进入动画了。该不会等一下你又被丢下去了吧？到底是怎么样呢？哦，没有，这是成功了。哦，哎呀，屁啦！这也太强了吧！杰克一拳把他打飞、欸，这洗岩浆啊！啊！你不要跟我讲，这样还活着。哎，这好，这是岩浆吗？我总觉得好像是那种，炼铁、炼钢厂的感觉，融化的金属。要开始跑酷了吗？你杀死他了，小菜一碟。我们刚才才输了一次了。哦，终于到这里了。哎，我只能等你过来了。太难了哦，这个很难打哦。明天就要会考了，还在看影片是不是？轻松一下啊，对不对？那、啊、我武器都没了，真的都没了。Right。他有抗火。没有吧，他身上也没有穿装备啊，哪来的附魔？快
那咔咔又要一直拉拉杆了。嗯，有一个拉杆，两个拉杆，这边好像是那是火车的感觉。嗯，哇、哦，好怪啊！然后两个人没有被弹飞出去，也很神奇。这样磁浮列车吗？Yeah, there's no goddamn steering. 啊，果然还活着啊！我就知道，没那么容易。后面，他的心脏没有被打爆啊。What does it take to lose this guy? Come on, we have to move further up. 快点，快点爬、啊！那你要问他是不是你欠他100、几百万、几千万？他说你把我的玩具给弄坏了，还要你赔？要掰开前面的货物吗？他说不要，跟我玩嘛，陪我玩嘛，不要这样跑好不好，两位。两位大大陪我一下，不要跑啊！那奇怪，刚才只有看到一个货物，为什么现在看到有两三个货物啊？自动生成。有没有？他在后面一直追啊！来玩，来玩，一起玩，一起玩。再来。然后呢？现在什么 QTE 可以按了？哦，压下去，全部下去吧。哎呦，锁链没断。他还有一个锁链可以拉，也太扯了吧！哦，画面整个就是一把，画面整个就是破图很严重，现在。哎呀！I can fly。哦，麦格农枪，好大一把枪。等拿到枪了，哦，我们不用自己瞄哦，谢天谢地。雪莉，打他心脏。瞄瞄瞄，这么明显的弱点。嘣。瞄要 QTE 的吗？欸，是你瞄啊、欸！哦，不是，一起按 B。中了。嗯。啊，我知道为什么这个怪物要去追他了，所以他们这两个，因为闪光弹放得太严重，然后这个家伙是单身。啊，这情侣该死！你们这两个情侣。真狗错，然后肥仔说：“哇，好怨呐、啊，好怨呐、啊，怨恨呐、啊，是两个情侣。”单身狗错了吗？哎、欸，怎么样？为什么我救了？我知道。哦，各种意义上面吧。咦、欸？在一起，在一起。Thank you. Thank you.你们还没逃出去了。喂喂喂，这时候放闪放得太快了，喂，哇天哪，我就说哦，这两只哦，你看看他们两个只要进入动画，而且只要是他们两个人单独的动画，还放这种音乐，你看这不是人生胜利组是什么？看，所以他们逃出去了吗？不晓得。没有啦，这段结束之后应该还会有这个动画、啊。你看看我说的是不是？那根本人生胜利组嘛。这音乐就是 Happy Ending 的音乐，你知道吗？你不觉得吗？啊！Sherry， 好啦，我们可以跳过这个了。你应该可以跳过吧？不行 ，Yes 不行，他只能听他唱完了。Artist。Character， 结果我们在最后一段领悟到了，哎，单身狗真的很可怜。那个怪物是聚集单身
宅男的怨念，就你们可以当人生胜利组。我感觉他就是单身土豪富二代，一直跟人家炫耀他的喜欢。对啊，然后隔壁一个穷小子跟他说：“我是富二代，你没有。”好，醒醒吧，你没有女朋友。没有，我有，你没有。难怪那个真是怪物会一直想要打杰克，你看看。为什么你有女朋友？而其实这只怪物实际暗恋雪莉，暗恋很久了。然后因为他发现雪莉遇到了一个新欢，他说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背叛我？那种情人抢走了，初恋情人。哦，不过我说真的哈，他们这两只哦，最后那个动画闪的真的太过分了，我说真的。谢谢你。他们最后动画该不会是说，哎，然后再拍摄一个什么，可能一个别墅有没有，在野外一个别墅，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样。应该不可能吧？这恶灵古堡呢？啊，僵尸阻止了吗？然后还有婴儿车有没有？然后两个一起去公园散步，这样。啊，我们在玩什么游戏啊？不是《恶灵古堡》吗？哎，最后单身肥宅的怨念还是失败了，是吧？这里真的不能跳过，只能等他唱完。哎呦，爱打王哎！到最后还是没有说他到底。要等这段唱完。因为我玩克里斯路线的时候啊，他这个歌唱完就还会有一段动画，所以说我们要稍微等一下。你不觉得这个音乐听起来就很像是那种结婚典礼会播放的吗？或者是那种就是回忆一种回忆情歌的感觉？他唱那个啊，让我保护你。Let me save you。 太可恶了，这两只让我守护你，真能抠哈！这个从头到尾放爽，放到结束。好，我们来看看最后动画是怎样啊？哎，可以跳过了 ，nice！ 跳过。哎，我按 enter 啦，为什么跳没办法跳过？哦，有了。换音乐中 ，Let me save you。结果嘞？有李阳在上面吗？就要坠机了吗 ？Jake Wesker's blood sample was handed over to the UN's leading researchers, along with 6 months. 哇，这头等舱吧？这是结果。耶、yeah, ，解毒了吗？那他最后怎么取得杰克的血 ？CIA officials classified his relationship to Albert Wesker as top secret, recognizing the threat it could pose to global security. 所以雪莉是在打报告。还看一下右边有个箱子。箱子上的是杰克的，杰克的血吧，血清吧。Jake Sherry， 嗯，要不要煎？他要降低到$50呢、欸，意思就是说他要免费提供的意思吗？ Oh. 靠，最后英雄一定要这么帅吗？I'm free！ 哦，帅呢！天哪、啊！
Resident Evil 不收五千万，收五十就好。真的，哎、啊，这两只真的是，哼，狗牌。哦，击溃敌人十六个，才杀十几个而已。十一只，我杀十一只，你杀十六只。这一关没有怎么打僵尸的感觉。嗯，哎、欸，这关最后大魔王好像也蛮快的，一下就解决了，对不对？我们两个用火箭炮轰，子弹太多了啦，这一关。啊，那我们再来玩那个吧，艾达王路线的第一章吧。好，六万点还不够，不然你先慢弄我去上个厕所。啊，哎、欸，中场休息一下也好啊。休息。嗯，啊，好累啊，屁股坐得好热。喝真奶，哎、欸，你怎么知道我在喝真奶？然后我先把那个什么录影先停止下来，我想检查一下。居然是直接穿着潜水装的，所以这个潜水装是谁啊？哎、欸，我的屏，我画面定住了，没关系，等一下我再重开。哇，这个潜水装也太酷了吧！噔噔噔！哦，又是一个全裸的艾达，所以就被送到这里来了。这是真艾达吧 ？Over here. This way. 另一边是没有台词的特工，Simmons， 所以你要自言自语了。Not long enough. I see you still like to play games. Old habits. Besides, a phone call can be so impersonal. What is it you want? I received some very interesting intel on you, Miss Wang. Intel that will greatly influence your future.Curious. Not in the slightest. Is that they made the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to a rectangle? I knew you couldn't resist. I'm just here to find out what you're up to. It's too unscientific. Then by all means, proceed. So you know, level 4 requires a handprint for access. I've made sure you'll be recognized.You've got my prints on file. Mm. You're not playing around, are you? Oh, I've got much more than your prints, Miss Wang. You'll see. Good luck. Good luck. Hmm. All right, Simmons. Let's see what you're hiding.艾达王他们一定要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吗？莫名其妙跑出来的特工，安安，我是特工，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但是我就是今天要跟你合作哦。哎、欸，虽然说你叫艾达什么王，但是呢，身为特工就是要符合这个上司的标交代。啊！哎、欸，你从哪冒出来的、啊？
我也管说你话都说了什么话，因为这一场戏里面就只有你会自言自语，我在这边就只会在这旁边拿刀子戳你而已。真的是莫名其妙跑出来的特工哎、欸！等等等等等，干脆说我是机器人算了，这样还比较合理。哦，哎、欸，那是特工。所以要怎么过去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哎、欸，你可以开门吗？我很好奇，你开开看好不好？可是我没有出现任何讯息啊。你真的是影子哎、欸。墓碑。所以说你真的是只有我看得到的人哦。啊。艾达看得见的朋友这样子，其他都看不见。特工。我想刚刚他为什么剧情不写一个艾达的心理黑暗面呢？哦，两只艾达是吗？可以投射出一个阴影版的艾达，一个黑艾达。I suppose I could go introduce myself, but I don't want to fall behind schedule. 我这个可以直接打他吗？这个人是要打哦。哇！这个门应该过不去吧？欸、哇，那是这么准！幻想的朋友，哎呀，这边这边，底下可以钻了、啊。我家、哦、这边怪打不完的样子，一身一身，我先钻过去。而且为什么他们钻过、走过那个门不会有事情，不会爆掉之类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钻过那个门呢、啊？这里怪也太多了吧，超级多，还有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哎、欸，真的哎，一直升哎，完全没有停下来。哦，他们还会拿电击棒。哦，有点难打呢。我剩最后一根十字弓了，那看先一路往后冲好了。哦，我倒下来了。我们一开始就要结束了吗？啊啊啊啊啊啊啊、欸，没道理啊！他们可以通过，但是为什么你不能通过？啊！No！No！ 哇，我们的特工终于讲话了。他讲 No！ 哦，不要引起敌人的注意啊。所以说，引起敌人的注意就是会大量出怪，就对了。我们要当间谍。那我要怎么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啊？就这样走过去吗？嗯。哎、欸，你先走过去看看，他看他会不会发现你。哎、欸，等一下，我刚刚好像直接走过去了。刚好看到 QTE。哎、欸，你走过去吗？还没。你不要抽他，你就走过去就好了。哎、欸，还是被发现了。让我冲。好，我们冲过去，我们冲过去，不要管他。哦，这里敌人多到真的有办法冲过去吗？好像可以耶，可以一直走。哦，这些地方其实那个门只是感应门而已啊，可以硬闯过去啊。哦，因为我们已经触发了这个那个东西，这个警报，直接走，嗯，它就没有雷射光了。哎、欸，你又消失了、欸。
哦，你又出现了，上来了，你又出现了。哎，你真的是影子哎！天哪、啊，好，当我不存在就行了。天哪、啊，艾达王太孤单了吧？那现在只能跟自己的影子讲话吗？啊，我只有在你死的时候我会跟你讲。哎呀 ，no！ 太好笑这个。那理论上你应该是不会死才对啊，应该是无敌的吧？我拿小刀帮你戳。对，你没有武器。我有小刀跟小枪。影子要有武器，对不对？哦，好麻烦哦，这里也怪。而且我顺便，我的这怎么讲？我的十字弓好像可以回收哎。哦，但看起来好像是可以回收的样子。嗯。那你可以捡子弹捡到十字弓，好像可以耶。他可以捡到爆炸箭矢。哦，我现在一直跑到了一个像下水道的地方了。结果其实有办法可以怎么讲，潜行过去了。特工。靠！我这样子要怎么瞄啦？我在门后面躲起来，你知道吗？然后我要从门的侧边瞄的时候，艾达的头整个挡住我的准心，这样最好是能瞄了。怎么一直听那边唧唧歪歪的？十字弓很痛哎、欸，十字弓一发就可以打掉一只小兵哎、欸。苗头，哎、欸，我要怎么过去啊？所以我现在跟你是在不同的地方。我跑到一个下水道，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下去。等我一下，你跑这么快、啊，我都没跟到。不愧是影子啊，影子跑得特别快。特工。哎、欸，有了，叫影子特工啊！影子特工，我猜那个地方是你要过去，我没办法进入下一关，剧情要你触发才行。好麻烦呢、啊，这个是。啊！你看，又没有看到特工下来，就只看到你。我知道传送，瞬间传送。You never did have taste, did you, Simmons? 这是什么、啊？在湖中间跳芭蕾还是什么？天啊，我总觉得艾达王路线会有点难玩呢、欸。我们要当间谍跟失败，而且所有的东西都要你触发。而且这个路线好像潜行比较居多、欸。哦，潜行的话会比较简单，不然的话就只能硬着过去。It's locked. This is going to require a little effort, I assume.没关系，交给艾达王就行了。哦，按错了。哎、欸，那为什么你会被电？你不是影子吗？大概跟你靠太近了。因为本体受伤害，连影子都会受伤害这样子。这里有一些奇怪的机器，我怎么转动它、啊？后面有什么互动按钮之类的、啊？哦，那个机器好像是提示的样子哎。你看那机器上面的都有一个图案对应到门口那个，很像是老鹰还是什么的。嗯，但是我刚才按它，我被电呢，又被电，啊、又被电了。哎、欸，等下这里是要干嘛？我要检查一下。要会互动吗？没有办法啊，我没办法跟那个机器互动啊。又少了什么东西吗？哦，这边有看到了。视野受阻，被遮住了。哎、欸，你可以看得到，我看到你的对话。哦，哦，
这里有一只羊，然后我再去看一次吧。解谜游戏。哎，你去画前面站着看看好不好？我看可以看得到你吗？你看得到哎、欸。啊。画，所以是看画上面有什么东西。这幅画突然变成一堆骷髅，看起来很恶心。然后嘞？啊？啊？啊？什么意思啊？哦，我大概知道了，转动这些机关，这个也会跟着转的意思吗？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我看一下，我要看一下那幅画到底在写什么东西啊？到底画什么东西啊？一样是一只老鹰啊，我看不出来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子啊。加油，这只能玩翻滚。这老鹰的动，老鹰的动作好像变得不太一样。鱼？怎么好像有一条鱼的感觉？你可以看一下那幅画变长什么样子啊。哦，是不是有条像蛇的？我没办法互动。不是，不是画，我是说看门口右边那个。哦。是不是第二个还要转呢、啊？第二个我感觉就像一个老鹰的翅膀延伸过去的感觉。所以第二个错了吗？这样子吗？哦，像鱼了，像蛇又像鱼。现在要改的可能是第三块或第四块。按下。还不是，这个游戏真的是我快笑死了，超好笑的，这个很白痴哎、欸。里面的条条看，而且你也不能互动，我就只能当你保镖啦，后面打怪的时候用的。天哪、啊，这个真的是，哦，大概知道变骷髅啊，我要变骷髅，那全部要跳。嗯，这是脚，这是脚。我看一下啊，应该成功了吧？一个长一个动作很奇怪的骷髅，好像僵尸。哎、欸，看，为什么啊？啊，所以看看有没有其他图案。管他的，一个一个试这样子。现在是鲨鱼的样子，是不知道哎、欸。这是鱼啊，还是一样是老鹰，只是动作不一样的老鹰这样。大虎展翅鹰，你可以不要在那边洗地板吗？而且我的衣服全身都是盔甲，啊，这不合适行为。好啊，试试看，没有，应该是这样子吧。对了的，绿灯。要弄画上面的老鹰啊，刚才真麻烦了，我也觉得。而且你没完全没办法开门呢、欸。对啊。哎、欸。怎么了吗？影子杀人了。Think teamwork isn't a strong point around here. 哎，你会不会看到啊？应该还是会齁。会，我应该会被敌人攻击，但是我可以先帮你侦查。我们是要潜行过去吗？还是怎样？潜行这个东西是什么？来了，你被发现了。哦，还蛮厉害的呢。特工应该体势也算蛮强。Hopping around too has gotta be bad for morale. 哦，到了。这变成真的特工是要当坦。Wonder what else he has on file besides my prints. 哦。投影机有线索。红色药草，还有这两个火焰弹。
哦 ，nice。所以是要让投影机投射出东西吗？应该是吧。看它会播放什么东西啊？什么二次世界大战吗？哦。这里是这个动画是什么？哎、欸，杰克是吗？杰克。现在正在当佣兵的杰克。Your mission is to find out if his body has antibodies to the C virus. We cannot allow a vaccine to be produced. Agent Birkin will be sent in to acquire the target. Your job is to ensure they escape the country alive. Good luck. 就是先诱骗他们到西蒙斯身边，然后再来解决杰克。我的任务，所以说西蒙斯应该是要当杰克保镖。I don't remember those orders. Maybe they were passed on to someone else. 怎么讲？黑白通吃吗？啊，又来了！这群喽啰真麻烦。获取任务了，现在要离开了。我在那边被乱枪开枪都没事。啊！哦，我还可以翻跟斗哎！你在那边躲什么啦？这个怪真的是超麻烦的，而且我的、我的十字弓啊。射一发只能补一发，射一发补一发这样子，比较像狙击枪感。I see you were expecting me。嗯，很像，有点像榴弹发射器的感觉。围殴他，围殴他，揍他，揍他，揍死他！哦，了不起！变身了吗？啊！死了死了死了！对，我的十字弓在一定的时间内其实可以回收的，那个箭矢爬上来了。嗯，艾达的屁股没有雪莉大。Sorry, boys, no time. My dance card's already full. 我已经用半。哦不！保全系统为什么会帮我们打、啊欸？还是说那个只要侦测到生物就会攻击啊？可是我们他们没有打我们啊，是吗？欸、真的、欸那個，对吧、啊？他们不会打我们，感觉是西蒙斯干的好事。所以说真的是专门帮我们的吗？哦，难得关卡有这么善意的东西、欸。现在才刚开始而已嘛。好，那我们不用自己攻击啦，省点子弹。哎，那其实可以把他们引过来、欸，我们不要打，我们不要打，引过来，引过来。我们蹲在这边就好了。好吗？好的。哇，变身了！哇，他打到我，马上倒，还蛮多吃的呢。打不完呢，送不完他们。你们现在往哪里走啊？不知道，我现在在捡子弹啊，在捡骨啊。哦，好多子弹，好多子弹。嗯，还有箱子，这边有箱子，有药草。因为十字弓不是用火药发射的关系，有可能哦。哦，所以你用十字弓的话会没有声音吗？
没有声音呢、啊。而且攻击打死敌人之后会有个效果啊，应该说剑会插在身上可以回收的样子。哎、欸，这边居然有机枪。对啊，我们刚刚应该直接跑到最后拿机枪来打他们比较快。啊，居然还有这个地方。最后我跟你都不用按 V 互动，我只要跟着屁股就好了。传送，各种传送，我只要跟上就行了。I found all those mysterious orders from half a year ago. Maybe he's trying to manipulate me. I hate playing other people's games. 到逃生车辆，我已经玩得很尽兴了。哇，你要负责逃走。然后你是我的影子要跟在后面。哎、欸，你吃补品我会补血吗？应该也会吧，毕竟战斗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游戏真的是吗？还蛮有趣的。有一把枪哎、欸，有枪啊！先拿枪再说。看一下啊、喔，这里有箱子，这里有箱子。哦，那我跳下来没关系。哦，这个是散弹。突击散弹枪，而且艾达王没有刀哎、欸，那就是用手了。下面是一个散弹枪，一把散弹。为什么影子可以踩得到我啊？心里的黑暗面，真的。突击散弹枪是代表等一下又要打麻烦的怪了。哦，你。好像被发现了，拿刀子。而且你跟他们长得超像的、啊，说真的。回收？哎、欸，没办法回收。哦，哎，不能回收啊？那为什么刚刚可以回收？你在变身？他变身，结果把我打起来。没有。因为我把他射爆了，他爆炸好像会有伤害。那好，上楼。一个字体爆破的概念，飘在空中，这里可能都要稍微躲一下，有点打不痛。躲掩体吗？哦，楼上是有。哎、欸，你好，直接把他炸死。哎、欸，来了，你在跑哪去、啊？打他！我又说，哎、欸，哎、欸，不见了。他去干嘛？真的不见了，算了，别管他。这里蛮危险，赶紧走吧。这边应该是常来。楼上有人，躲在这边应该打不到了吧？躲死角。他怎么定在那边的？那个，我看你会飞来飞去的。哦。隐身。哇，这些僵尸会拿盾牌，这麻烦了。他的手会变盾，我这是要这边是要把怪清光吗？你前面那里啊，前面那里应该可以动。等一下，这两只怪很麻烦，先打掉。哎。打了就会出现动画，要把底下基地打爆。逃离潜艇，好，跟着我一起飞吧。The hull has been compromised. 飞上来，啊，是第一栋超爽。看这个，这玩艾达好累啊，这个。哦哦哦哦，潜艇要倒了。
哪里啊？小洞，这边，这边都，这边没有东西可以捡吗？哦，有。真心觉得雪莉的屁股真的比较大、啊，是因为装扮的关系吗？你是其实劲装，在一起飞喽！哦，哎，跟你，你莫名其妙出现在旁边呢，如影随形啊！这句话真的是这样用的啊。这样子的话，你要是中途死掉啊，需要 QTE 的时候会，你会死。应该是小，又出现了，快笑死了。有趣哎、欸，我说真的有趣，真的有趣。你死掉我也喊痛，可是如果我死掉，不知道会怎样。没什么，特工，他什么都不会讲啊。跟脊椎。箱子吗？好像没有。啊！踩死他！你们人又是这边？哦，这里的动作好晕哦！说真的，画面晃动很大。啊！又在晃，漏水了，水火同源，特工又消失了。我们现在是要闪二射吗？对，要闪二射，应该是吧。我们现在完全不能控制哎、欸。喂，爬行爬行，快点爬，快点爬。快爬！哎、欸，他不给我爬了。慢慢爬。他不给我爬了。他不给我按那个。哦，他有体力是吗？靠，真的假的？哎、欸，真的有体力啊！他不能一直疯狂的往上爬、啊。慢慢爬。我到底有没有成功啊？掉去了啊！好了，华丽嘞，知道怎么办？我的感觉是，只要你成功的话，两个人都 OK。大小姐与虚空使者，只要你成功到达目的地，我就直接传送了。So much for the rescue sub. Time for Plan B. 而且你都在自言自语，真的真的。如果照正常状况来看的话，是在自言自语，没有错。爱达王的内心戏，好厉害！哎呦，这个特工呢，是爱达王这个想象出来的朋友。哦，水了，又出现了。啊，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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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到看到，快爬我的影子！没关系，你只要到我就可以到。哎、欸，哦，特工，我的影子挂了。对，什么都不会讲， no. 什么都不会讲，没有错。然后我的影子挂了，再召唤一只不就好了吗？对啊，奇怪这个，死了一个特工，还有7000万个特工，我现在看到你了，我没有看到自己。哎哎哎！啊！完了完了，要死了！我、哦、没事没事，关键时刻爬上来了。Q
冲啊！不要管他，不要管他。我要怎么呀？这里是哪里？哎，我跟你走到不一样的方向嘞。对啊，我怎么跑这边来的？哦，这里可以关水阀的意思吗？哦，有，然后这边就可以走了。啊、难怪只有你看得到，因为我看不到互动点。但是我现在也没办法过去呢，这是什么、啊？你是看有没有梯子可以爬、啊？天哪，这里有够乱的，不是我在想。加油！我在这边拿小刀帮你踢。等一下，这个视角这样转来转去，让我有点迷失方向了。我看到了。歪打正着哎、欸，我觉得，哇、，no， 还是太慢了，死快一点好不好？死快一点好不好？那死也要给他拖这么久，真的是，大家都可以憋气的、啊。靠，我们要从这边开始哦！天哪，哎、欸，很远呢、欸。哇 ！Are you kidding me？ Water's coming in fast. Better hurry. 呀，他都一直在自言自语。是你要关水阀了吗？我要去关水阀。这里关水阀还有一只怪耶，很麻烦。我看看我能不能从这边支援。快一点啊！真的是，没事给我取消什么、啊？哎，水阀关了，接下来 要绕回去。靠！别闹了，好不好？也、欸、都有时间限制的、啊。要最后一步，你可以看。我不是要爬回去啊，混蛋！啊，有些时候这个场景的互动哦，真的是有点会让人家有点恼人呢、啊。上来了，下一关。哎呦！哇你嘞！Sinking, we are sinking. 潜艇沉得很快，那我们要怎么跑去啊？逃生舱吗？可能吧。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 We are sinking. 哦，水在淹上来的嘞。啊，那哇塞，这个地方真的有视角一直乱变。啊，爬快点，我的影子。大屁屁！哇，什么？这是怎样？绕过去！过不去！看，我又跳下去了！啊 ，fuck！ 这个地方你要套死了，淹到了啦！哎呀，干！刚刚那个箱子那边，我爬上去之后，我想要往前冲，结果我按了冲刺键，它又往回跳，你知道吗？哦，真的是烂！妈的，这个 ！No！ 啊，气死我了！妈的！特工，你究竟是……这里场景互动真的是很做的很差哎、欸，不是我在讲。妈的 ，fuck game！ 啊！哎。算了，一定是我技术不够好啊！我刚刚在那边上上下下来回两三次，水溅上来了，
这边不能用冲刺的啦，这要慢慢走啊，走上去，等他转向。好了，把你的影子关在下面，影子等一下就会穿过来了。那个听到敲门声，逃离潜艇，现在应该没有时间限制了吧？只有刚刚。哎呦，僵尸这边要打僵尸。我的天！哎，啊，完了，这扣起扣超快的，不是我在讲。什么？有僵尸？有啊，有一只虫虫，虫虫在这啊。打不到他，要打得到，要先把他本体打出来。哇、哦，好大的印！哎，这里有个马桶啊，漏水了。这马桶居然倒过来了。哎，因为现在船整个是90度倒过来的吗？翻身了吗？对，这个出口已经倒过来了。现在怎么走啊？我不知道，刚才爬楼梯可以上来啊。It's gonna take more than a handprint to operate this. 掌纹，所以你要砍掉某一只手。不可能吧？什么鬼啊！这个船，哎、欸，船这样颠倒过来，我的方向感变得很差哎、欸，我觉得，我都不知道往哪走啊。Holy shit！ 又来了。Still gross. 我能跑吗？我不想跟他打哎、欸。哇，躲在水里面，我还要滑水。哎、欸，你有跟着过来吗？跟着滑水是吧？上去啊！又被挡住了哦。这里的哦，滑太快了。Okay, stay underwater and I should. 不要管他，不要管他，无视他。我不想理那只虫虫怪。Now let's see how much coaxing I have to do. 现在还要做什么呢？一直在自言自语。Energy. 我跑坏了，跑坏了。哦。我被虫当刺啊！嗯。你要帮我爬起来吗？哦。那血跳得很快。我试试看，我直接硬冲过去这样。死了。啊，完了，那要死了。重新开始。被虫抓住，然后我要挣脱。很难挣脱，很难挣脱，真的很难。我看能不能快速到那个记录点好了。你这样就可以复活了。天哪，这根本是跑酷啊！游来游去的。哎、欸，你没死哎、欸？好像太久没救我就可以复活啊！我看到你了、欸。哎、欸，我是跑回来啦。哎、欸，不对啊，你绕回来了。要怎么走啊？哎、欸，我绕了一圈哎、欸，为什么？这要怎么走啊？这边，不对啊！让我看一下，开一下那个。好、啊，完了！好、啊，完了！我要死！啊！啊！死了 ！No！ 看烂关卡，真的。没关系，你的影子跑来救你了。破烂关卡是。哦，应该要从这边走吧？我猜。从这边走吗？没有，那标示点一直在旁边。呜、欸，我开了那个 GPS 的导航啊，你又倒了。哎、欸，反正你不会死嘛，没关系。上去啊，艾达。
虫虫不要过来，虫虫不要过来，哪里呀、啊？有了，颠倒了，结果你是从哪里走啊？没关系，我飞上来应该就跟上来了，有吗？哎呀，哎有有有，你看这个游戏真的是。哎、欸，真的哎、欸，你吃补血锭，我可以回血、欸，好棒哦、喔！好像可以踢东西，可是踢不掉啊，在这边。我也帮你吃一个。啊，这个要你来开。嗯。Okay, power's back. Power's back. 嗯，钱是在上面， oh? 我要干嘛？上爬上去吗？所以我们是要回去刚刚哦。Call collapse at 2500 feet imminent. Answer all questions into the microphone. 回答所有问题。Identify yourself. I'm a little busy right now. How about you? Please say your name. 哎哎，另外一边。All right, I'll bite. Ada Wong. Authorization approved. Miss Wong. 变成重检了。Months ago, you performed experiments on humans in Adonia. You were following Simmons' orders, but it was your choice to do so. How do you plan to atone for your crimes? 现在还在问赎罪问题。被剪了，被剪了，被。Interesting story. I want to do some fact checking now. 哦天哪！ I don't work for Simmons. I've got nothing to atone for. Authorization approved.那虫姐又变成哦、oh, shit 又变成虫虫危机了。虫虫危机要用散弹枪才能打了。爆掉爆掉。混乱世界。下面是不是有一只怪啊？快点问啊！这个问了一堆问题。授权程序。天哪，前提都快成了，我们还在这边你问我答。Virus always seems to make a cameo. I like your answer. Identity verification complete. Simmons is waiting for you.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how this unfolds. Authorization complete. Releasing locks now. I'm glad that's over. So, 我可以飞上去了。啊？刚刚这边门没有开吗？还是怎样？可以上去了。你在用爬的吗？刚刚不是你不是有一个什么？哇哇！屁的！哇，这样就跳上来了，叫体操选手。欸，他有穿胸罩吗？我很好奇。劲装。Find anything interesting? A recording from 6 months ago. Then the trip was worthwhile.前提快成了。You still haven't figured it out. Allow me to clarify. Tomorrow the U.S. will suffer a bioterrorist attack. After that, China and then major cities all around the world will suffer the same fate. At the hand of Neo Umbrella's very own Ada. 都是你的错啦！他让他背黑锅。啊、哦，是这样的意思吗？If you think I'm going to sit back and be your scapegoat, Simmons, you've got another thing coming. 传送舱，他连进传送舱都要这么帅气。哦，紧急脱离，哦，直接进鱼雷。我们在坐着鱼雷飞出去吗？鱼雷型的传送舱。
它其实就是传送舱而已，它不是鱼雷，因为没有弹头嘛。哇，这传送舱真方便啊！耶、yeah, ，结束成功。I spy， 我死了三次。噔噔噔！哎，我觉得不知道怎么讲哎、欸。可是也很有趣哎、欸，我觉得用这个影子设计，还需要演内心戏啊。66900还没有到75000，72300，我现在也不知道加什么东西，近战吗？鬼煞丧尸杀手，想收集点数，差还是差很多。独狼，即使你陷入困境，队友也不会帮忙。现代人游戏。好了好了，艾达第一章顺利解除了。嗯，接下来的剧情我们下礼拜再玩吧。哦，好啊。那就下礼拜再继续啦。对啊，我们等一下进去游戏了就可以结束了。啊，时间也晚了啦，11:30了。画面混乱，把那明天要考会考的人加油了。好啦，那就这样子吧，在这边观台啦，感谢大家收看啦，下礼拜再去继续各位晚安，拜拜，拜拜。